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以威。今天非常高兴呢，来到这个邓南光影像纪念馆，非常舒服、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荣幸呢，邀请到我们的乡长庄明真庄乡长跟大家问好一下，乡总好，岳哥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昨天让我来先介绍一下这个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吗？邓南光特别被布影讲安了感染。感染，举止员，因为佮你啊，台湾了显然易染哦，所以安尼北部乡亲的了，细这个感冒啦，印象是啊，都了在孤傻哦。听说这个本来是委外经营啊，为什么乡公所想自己把它收回来自己经营呢？这不是比较累、比较困难吗？当然，但因为早期那个这个邓南光影像馆哦，因为在中央补助下来之后，那后来是在免费使用时间是委外去经营的，但是因为委外经营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经营者对跟在地的连结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在各方面的一个推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那后来我们公所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前几年，因为邓南光在目前现阶段台湾来讲，应该也很多人对邓南光有些印象，非常重要的摄影家。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邓南光这样的一个名气，公所把这边承租下来之后，当作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是是，对，那也可以提供我们更多游客哈，来到北埔之后，更加的一个方便性啊。是啊，我想外面的人来来北埔一定会想来看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对，没错。那现在我们也设了一些常态展。是是。那也包括一些 AR 的互动。哦，还有 AR。对，没错，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到这边之后，除了有这个停车的服务之外，那也可以有我们的这些旅游资讯。是是是。当然也可以认识我们这样的邓南光这个摄影展。是是是。邓南光先生记录了台湾，在应该是1930-4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像。对，没错。对，然后这边也非常舒服，你看那个树下它还有很多柿子，大家可以席地而坐，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所以大家来北埔一定要记得来邓南光影像纪念馆来休憩一下。对，欢迎大家来。乡长，就现在有什么新的计划要让这个北埔乡的好上加好这样子？对，因为北埔来到北埔，其实很多人只对老街有印象。是是。那现阶段的老街，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浪漫台山线最重要的一个点，而且刚好在中间点位，所以大家对老街的印象也都非常的深刻。那也对老街的美食，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其实也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印象哈。是是。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未来我们的整个天际线的一个，包括管线下地的工程也好。哦，所有的所以未来都看不到这些。电线杆的，我们的电信电缆接电话工程，现阶段在我们南新街那一块已经在施作了哈。是是是。第二期就是会针对北埔街跟庙前街这两条街也会进行，所以未来整个老街的这个天际线可以看到更多的我们的未来的这些古迹文化。除了老街之外，我想包括我们现阶段从正月十五开始优公佛。那这个部分，因为他在你北部也有请到提供上去加在安到台北的历史啊吼，从台北北部你客家人来到北部那边可以看一下哦，但是北部又发生了抗日事件嘛，对对对，1897年抗日事件，所以讲伊本身都俩统治的些经验，咪讲北部俩因的强恶嘞，而激发。强悍，强悍，所以佮北部了小可管理下，所以讲用台北个看体力嘛，所以会破坏佮个体力，破坏佮风水，所以佮就佮小兰镇后背，也是安尼赤电工后背开一条路，开一条路是第一路叫两脉通体人，所以佮希望讲但是佮要体力先生是够了，都相信讲为当伊北部个发展。应该做落个两脉接转去。又接转去，接回去。用脉接上幽光佛一接。所以正月十五那些是徛了幽光佛，都该受难噻。哇，原来典故是这样子。是是是。啊，不要看起来该翕相翕起来，可能要爱像伊佛两样。时间是什么时候？大概每年几月的时候？应该在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的时候。对对对。还有呢，北埔还有哪些活动可以大家？还有不同的季节来玩，包括像到夏天的时候有我们盘盖义民节，中原义民节，义民节，义和艺术的义，不是那个义民，但时间是差不多在就是中原艺术的义，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是是是，刚开始希望讲系有机会，你讲一年讲黑岗烟啊，当老人家当梅烟讲嘛，讲贵啊，但是我咧想讲有滴机会。
哎，有空间单位咧办了那种搞了那种中年的鬼节，嗯，哦，是老人推翻的，了妖怪啊，后来都穷下用了，哦，非常有创意，这些是来来是是是，而且好像也进沙，就是有做铺满的这样的猪做。对对对，存钱的猪，而不是杀真的猪。对，我们的杀猪工更加不一样，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猪工是铺满的。哦，对，就是鼓励我们的这些团体啦，或者是我们的乡亲，他认养的猪工是用那个铺满，是一样，我们有领调，有称重，而且还有进场秀，让大家去表现你的，把你的那个猪工哦装饰的美美的来进场这样子。是，那秋天呢？秋天是柿子吗？秋天对，像我们现在这里有柿子。哦，那我们柿子的时候也有柿子的一些，包括我们举办了许多的小旅行的活动，哦，那甚至我们也有所谓的碰风路跑，从绿世界出发到老街里面，哦，那我们可以绕到我们这个碰风茶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产地去看，然后也可以绕到九个村，看到我们的田园景观，看到我们的生态景观，是是是，对，那甚至可以到我们北部全台湾唯二的这个冷泉，冬天也有活动，冬天到像我们在。外围的几个村里面，其实有像我们的桶干的桶干饼的制作，所以你一年四季都有非常有趣的活动，欢迎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北埔玩。对，没错。最后一个问题哈，就乡长对我们客家音乐啊，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未来有什么可能性，我们的客家音乐可以跟北埔乡来做合作搭配呢？其实我们现在这几年，其实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尝试着持续去跟我们的客家文化，是。那尤其我们像我们县长也一直在非常鼓励，在推动我们的客家母语的部分。是是是，所以我想不管是活动的部分也好，或者是我们客家音乐的部分也好，未来在我们所有的活动里面都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是是是，谢谢，感谢乡长。好，谢谢。